嘿嘿，你看一只鹅。来啊，走到里面来，不好抓。看这个萝卜的味道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！大鹅炖萝卜好了，还有一个花菜。那天溜了是丢就丢掉了。你看这个啊，这个这么大不？干嘛？你想要吃什么？哎，小玉去哪里了？回去了。对啊。小玉。我家里有人吗？你吃饭吗？你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吃了没有？吃过了。不吃饭，我舀饭给你吃好吗？吃还是不吃？不吃啊。这个翻翻辣辣的，那怎么办？你把它吃完之后就不辣，哪里辣？吃辣条你就不辣。你放个鹅辣辣的那个菜在这里，然后它就辣了。那我给你换吧。
猫猫。